那个瞬间移动是我根本找不到他人在哪里。没有，不是这样。我好不容易把一个人打死趴下了，我就被男主持人盯上了。兵哥，兵哥，快帮我补血！来了，然后他跟我说，这个时候我先把他打死，他就不能补血嘛。不要生气，我们赢了，最后我们赢了。两位加起来已经这误会啊，但是讲到电玩呢，还是这么热血澎湃。